报告委员会现在出席委员六人，已足法定人数，请各位委员推举本次会议主席。那就麻烦中午委员。大家早，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会议议程。报告事项一，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及地点，业经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会议决议决定照案通过在案。二，宣读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选举人名册：周春米、吴玉琴、蔡逸瑜、刘世芳、柯建明、郑运鹏、钟嘉宾、蔡其昌、林维洲、李桂敏、郑丽文、吴一丁、赖香林。选举事项：选举第十届第一会期本会召集委员。说明：依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四规定，立法院各委员会自召集委员二人，由各委员会委员于每会期互选产生，其选举办法另定之。另一，立法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五条规定，召集委员之选举以无记名单计法票选之，但经各该委员会全体同委员或经各党团及未参加党团之该委员会委员之书面同意，必得以推选方式行之。宣读完毕。好，今天我们要进行选举事项。今天会议是进行第十届第一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本会期参加本会委员共计十三人。依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四规定，应选举召集委员二人。现在请各位委员推举发票员、唱票员、计票员、监票员。那是不是先请吴玉琴委员担任发票员？发票是要等到最后的人都来投了才可以。发票员。那我建议钟嘉宾。钟嘉宾。蔡逸瑜。可以吗？发票不能对讲。发票不能对讲。好了，我们就请两位那个干部，帅的干部。对，发票应该是好，发票员就请。要嘉宾的比较位吗？有哎，因为我有几点啊？我那个司法员啊。对，就请吴玉琴委员担任发票员，好不好？然后唱票员就那个逸瑜，华蔡逸委员。那国民党委员他们想要当监票员，好。那没有来啊？还没来。那这样子，那嘉宾委员就担任计票员。最后来就是开票车来对，好，机票嘛哈，我们要等他们吗？看定时间怎么定时间呢？好，看到几点？这个唱票跟监票可以比较同一人，我们现在推举的，对，现在推举，都一直要发，唱票是最后时间，对，大家聊一下。然后请那个国民党团的助理赶快联系，好不好？那投票截止的时间是中午十二时整，若本会全体委员均已完成投票，则提前截止并提早进行开票。好，休息五分钟。
好，那那个，请问国民党委员，你们要推谁担任监票员？我们对。好，郑丽文委员担任监票员。那我们，我再重新再宣告一遍，投票截止时间为中午12:00。若本会全体委员均已完成投票，则提前截止并提早进行开票。现在开始投票，那请这个请相关的那个委员来检查票轨。发票员、监票员，来，来，请大家看一下票轨。我是啊，你哦，是监票还是我们监票是他？你抢票啊？我抢票，最后再出现，不要唱错了。我唱票了，抢票。除非两三票那么多，下下不能用两票做点。好，现在开始投票，请委员领票。有啊。
大家要不要坐一下？俊男美女都站着很有压力。好，全体委员均已投票完毕，现在进行开票。那我们就请蔡宜瑜委员担任唱票员，郑丽文委员担任监票员，钟嘉宾委员担任计票员。好，那怎么办？等一下，等一下，快点哦，阿里郎。等一下。换人啊，换一个，换人。都很乐意啊，主席。好了，蛋奶跟蛋姐，大家大家好久不见，好不容易来这个委员会，叫个咖啡吧。有跟他联络吗？他忘了他要计票。来了来了，来，钟嘉宾委员担任计票员。是他忘了你的工作。来来来，多说你一下。来，好，现在开始开票。来，好喝。好了，先 QQ 的。I'm sorry。好，来，蔡宜瑜一票，蔡宜瑜一票，在这里。来，周春敏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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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桂敏一票，李桂敏一票，赖香伶一票，赖香伶一票。李桂敏一票，李桂敏一票，蔡宜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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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李桂敏一票，李桂敏一票，周春敏一票，周春敏一票，李桂敏一票，李桂敏一票。周春敏一票，周春敏一票，蔡宜瑜一票，蔡宜瑜一票，好，唱票完毕。好，要不要入围啊？要不要入围？你有什么用？好，大家稍候一下，我们来报告选举的结果。应到委员十三位，实到委员十三位，发出票数13张，开出有效票13张，无效票数0张。委员得票数分别为：周委员春米得票4张，蔡委员宜瑜得票4张，李委员桂敏得票4张，赖委员香伶得票1张。好，那现在就是我们可以参考的法条，就是依立法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8条前段规定，各委员会召集委员之选举以票选行之时，以得票数较多者依次当选，票数相同者抽签定之。好，来，那我们现在有三位就进行抽签，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
三位委员来，我们来抽那个顺序。结束，容我宣告一下。好，本会召集委员选举结果，由周春明委员及李桂明委员两位当选本会召集委员。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请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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